来吧，老板，我是这样。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台湾制造的鱼雷水灯的部分呢，它的第二类别我来介绍一下，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因为我手上刚好没有黄色，然后呢，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，它是二级发光体，台湾制造以外呢，红色的这个发光体的时速会比较少一点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呼吸是长这样子，我们来直接进水，它遇水则亮的呼吸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它分别有这个颜色一样是五种颜色 ，RGBYW 哦 ，RGBYW 哦。那我刚好手上没有黄色，没关系，大家稍微看一下，这个是呼吸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呢，它的小颗的部分呢，分别的设计在这边。它的第二款类别，它有这个盖子的，这个盖子就是怎么样？有时候钓完你怕它不会干，稍微甩一下它就干了。好，有些客人会说，这盖子要干嘛？它旁边还有两个导引孔，来仔细拍一下，它两边还有两个导引孔。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哦。这个的时速，遇水量的时速也是红色的部分一样是25小时，好，然后呢呼吸的部分，好，然后呢其他的四种颜色都是35小时，好，稍微了解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都先全部丢进去。其实小颗它就分有盖跟没盖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呼吸的部分。OK， 我们到了五连伞的部分呢，五种颜色都有，也是小型的，好，那我们一次全部下去看看。那其实五连伞它本来它的时速就比较亮，比较长，它的时速本来就会比较长一点。我来拍近一点哦。这个水灯真的非常的漂亮，来自于我们 MIT 台湾手工制造的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是五连伞的部分呢，时速一样是160跟200，160是针对红色，然后反正时速比较少的一定是红色，然后呢200就是其他四种颜色。然后这个小颗的定价都是65块，不管它有盖没盖无所谓，不管它有盖没盖无所谓，主要大家要知道价格哦。那大家都不知道说有这么好的东西哦。然后呢，它的盖子的导引孔其实非常方便，我们拿来钓，很多种钓法，取决于钓手。OK， 这一组的部分呢，来自于是我们希莱特宁公司的 MIT 的台湾水灯。那我也希望说你们如果有喜欢的话，都可以找到我们联合钓具，包含它的绑法，如果说设计上有什么想要变化的，你们要怎么穿线，我也欢迎你们跟我讨论，因为我相信你们绑出来的一定是你们最想要的。 OK， 感谢您。